好，我是 Amanda， 我们来看12月21号星期三的星座运势。运势最好的星座，恭喜双鱼座的朋友。最近跟伴侣之间呢，虽然觉得好像已经陷入一种老夫老妻的模式，但是默契十足，也是让旁人很羡慕的。天蝎座的朋友，虽然工作跟家庭都有点忙碌，但是我们能够兼顾得宜。双子座的朋友，过去一段时间的投资呢，来到了挺有收获的时刻。需要留意的星座提醒，金牛座的朋友最近呢可能爱上了网络购物，千万不要成瘾啊。狮子座的朋友跟恋人之间的互动有可能陷入一种僵局。各星座的幸运数字及颜色，火象星座的数字是4，颜色是橘色；土象星座的数字是7，颜色是咖啡色；风象星座的数字是5，颜色是黄色；水象星座的数字是9，颜色是绿色。